金光岛骗钱。这个合适的地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地，破财破洞缺的意思。破财的话，就哥哥一定就是夫妻之间可能吵架，然后想说做了一个和合术，然后夫妻感情会越来越好。做完的第一次，然后没多久就老婆说我要离婚，我就是要离婚。这种和合术很贵吗？啊，不算哦。妈妈说4万，他还怕你心疼，还跟你说2万而已。委托人的侄子有自闭症和发展迟缓的问题，这已经让一家人焦头烂额。没想到小孩的床位风水又来搅局，究竟该怎么解决呢？这个床床很明显的，对呀，后有门嘛。在今年之前，我都做了很多，要什么都有什么。虽然我也有这样子一个小孩，那一个人力量确实是不够，还是比较多过家人帮忙。那个宝贝。是，其实我很开心，我拥有。人在睡觉的时候，是灵魂在充电的时候，这个床位也影响到他灵魂，他对你。厨房恐怖煞气让女主人愤而离家，究竟把持不住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老师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真的适合做车载？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也要你的，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啊。还不是呢，就在我是艳丽的同时，我想问你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夜白发？怎么可能？我都觉得那是太补那个老虎的蓝色。对啊，是真的。上古时候有一个古人，就是伍子胥啊，他就是烦恼自己的哥哥。我讲吧，我刚是你邻居啊。他哥烦恼他哥哥跟爸爸被杀，所以他晚上就是睡不好，一夜白发是真的事情。哎，真的有一夜白发。我知道头发就会，你知道会呈现一种压力的反射，像有的人就会那个叫。鬼剃头，鬼剃头，圆秃，对对，而且你很知道那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录影哎，我也比较积极的录影，都忘了自己在录影，对不对？就是鬼剃头，我以前有过啊，营养不良啦、啊，或者睡眠不正常啊，熬夜啦、啊，压力。那你到现在没有好什么？我现在是圆秃，不是的，啊，可是我那次也是夜夜白啊，每次六日播完这个风水之后，礼拜一看收视率我就。老师也是为了我们节目在担心，是不是？压力大，压力大就白。对呀、啊。直到六日看到没有他的时候，白我更白。哦，我连其他都白了。那个礼拜白里透红，整个掉发，你知道。是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就是这样，他的家他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一夜白发。哦，今天好像是他妹妹帮他报名。对，因为他心疼哥哥，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。而且现在等于是会有点全家都有点被拖累到，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烦恼到一夜白发，对不对？真是可见他们是承受多大的压力。让小珍佩珍忧心忡忡的人便是吴小姐的哥哥，因夫妻离异，小孩患有身心障碍，照顾起来相当吃力。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让一家子好过一些呢？嗨嗨嗨，Hello， 欢迎请进，这是妈妈。烦恼是的，是的，讲哇，那妈妈那个你是很年轻嘞哦，是吗？很年轻啊，大家有吗？有啊，对，那个长蛮像的耶，是吗？感觉像姐妹一样，对对对，哥哥也是同样的，嗯，也还好哎。两个人真的很乐观哎，充满正面的能量，对不对？想说求助，然后也不管，就是没有表现得很悲伤。会不会说因为这个房子影响都是男生，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情况？不是，阴盛阳衰，有时候哈、哦。这个女强男弱的情况下，就会产生女性的家属，她的生命力会比较强。那么相对的男生可能就是病痛啊、小毛病啊、忧郁、烦恼会更多。这就是以阴阳龙骨来看这个事情的。你光看这个门，就感觉这就是一个我们常说啊，龙左青龙，面对客厅的门左边左青龙，龙撞壁也算了。虎就装个镜子，开阔了，开阔不受阻。如果这个虎，这个女主人娴熟端庄、勤俭持家，那么给她开阔，
给他事业有成，或许对家里帮助是加分的。娴熟端庄就看得出来了。那这个女主人的，就可能是他哥哥或弟弟之前的太太，也算女主人。是就是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个女主人必须要，你觉得她很贤德，很帮助家里，那么这个或许有加分。你说之前的太太是什么意思？她所以现在就是说好像那个女主人，所以我们大概了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，现在就是哥哥后来发生的状况是有哪一些？就是基本上，自从他们就是夫妻俩一起搬到进来这个家里之后，然后当然就是会有小朋友嘛，那小朋友就是陆续生了三个，可是三个很辛苦，很好，三个是没错，我结婚17年怎么搞都搞一个而已，我弟弟生了4个，对对，我知道，可是问题是我们不希望小朋友生出来是有问题的啊，就是可能就是自闭了，然后过动了，然后也有一点点像迟缓之类的，就三个都是，只有老二最严重，然后老三可能就目前就是当初有点迟缓的症状，那老大是老大目前是看似正常，可是他基因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没有去看，但是目前他的表现是很活动正常，我很难理解，所以他们本来都感情夫妻俩感情都好的，然后搬到这里连生了三个小孩，当然小孩就是都有一些状况，是然后他们感情就渐行渐远，对，就是也要照顾小孩就累了，就他们就后来就离婚了，对，那离婚之后呢，有影响到你吗？当然有啊，就是妈妈已经完全住进在这边，然后就抛弃爸爸了。所以你们是后来才搬进来？没有，是妈妈搬进来。你要顾小孩，对，顾孙子。啊，对，他要遗弃我的爸爸了。所以你不会，我们可以看完去看你爸爸那边。我真的很难过。所以你之前那个媳妇就离开了，他们就没有管小孩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两个人在对。哦，会找时间来看一下，所以监护权也是在这边就对了，他都完全放弃，他自己全部放弃，对，okay, 这个很。就是很临时就这样，非常的突然间啊，突然间的，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做妹妹的，然后妈妈爸爸就能帮忙就来帮忙这样。那你们搬进来多久？是妈妈啦，妈妈应该从就我说哥哥他们搬进来七年了，对，短短7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七年之痒，生了三个，等于你后面对啊，你就算他结婚第一年，后面等于有4年的时间就是冷静期，对。所以虎边有点过度的开阔，又遇到这种虎强龙弱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要把这一片天稍微做一个修饰，放点尘盖啦，或布面贴纸贴一下，或是用木板把它封起来，那么叫做龙虎对称，相互尊重，那么就不会太强势。好，就这种对等平等。我也曾经遇到过，看出去真的是虎强啊，高速公路啦，车水马龙的，后来祖孙四代，女的活到80-90岁，男的一个一个撞起来。那个有什么好强的？也对，还是要搭了。如果是真的封起来的话，要全封闭。这个真的是这样子，那你们但这边有在以这个风水的角度说吗？就是你现在身后的这个，那个最后再来做，对，真的啊，特别来做，因为就看你们的节目啊，就是说会有穿堂煞，对，所以就做了一个哪个老师说的啊？是哪一个老师啊？节目都讲啊，每个节目都有。如果是直接穿到客厅外面那个落地窗，所以我们后来，所以这个100分呢，再加分。那看我们节目讲的了，这个不是我建议的，因为我个人认为穿堂风如果客厅没有财位的话，这是一种穿堂风；如果客厅有财位的话，在所难免会遇到落地窗或是窗子。对，重点是你这个挡完之后，直接会把人、把客人、把家人引导到餐厅或厨房或厕所，那是一个错误的引导。有了这个屏风，我们一走进来会先看到餐厅、厕所、马桶、厕所、餐厅，叫先善后堂。居家的钱财被朋友亲戚借光光、吃光光、用光光的危机，等于他先进来就先牵引西方就对了，有这个可能，也就是说朋友会到达一个热络的程度跟交情，不可能会先到超越客厅到我们最私密的地方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引导。最可怕的是你要做这个板子，对不对哈？这是不是出入口？对啊，这是不是一个板子？对，你想要的封起来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刀子。对啊，你这样看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你看到？我出门就是剑刀，一刀一刀一刀，就像口红说的。我不懂哎，刀会怎样？你要说说看。
不是，我像是就是莫名的恐惧，其实有点恐怖啊。对，讲有点地，叫做我们说一刀两断，对，亲缘切断，感情切断，婚姻切断，外伤都是这个刀。嗯，我们出去看花啦，出门见花，满心欢喜，见财宝，见贵人。既然它是一把刀，跟菜刀一样的，针对我们家人，每天出去进来，出去进来。实在太恐怖了，想到做了一个屏风竟引起陈川的厄运，不仅仅只是漏财，甚至还影响家运。而针对穿堂风，如果有财位聚气，就没有设置屏风的必要。到底吴先生家的财位够不够力呢？那我们进来看一下，看是不是这个屏风其实可以不要，是不是？当然如果有财位就可以不要，对对不对？他们这样哦，哇，很好哎，这里有一个凹的财位，好像有哎，它两边都有啊。对啊，这边有个小财位，嗯，这边有个大财位。对，其实这个客厅明亮又有财位，其实是不错的。嗯，可惜就是我说的空了个财位，可是换了一个洗掉的灯泡，没有灯泡，会花一样。很幽默啊，它灯泡应该再把装上弄亮亮。对，至少有财位，不要臭，不要脏，不要暗。嗯，如果能够打亮的话会更好，放点盆栽。让它整个财气横生，生机无限。什么样的盆栽？阔叶林，阔叶林，包括我们说万年青啊，或是一些黄金葛都可以，很好的。对，你这个角落在放按摩椅后面，应该没办法放太多东西。对，它前面拿一点，把它移过来，对对对，还有一点小角，把它移过来，再移过来。而且你真的很可惜，这么大的财位你也浪费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小财位，里面放杂物，在堆杂物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嗯，你不是有看我们节目吗？我有看，哥哥没有看啊。可是哥哥就忙啊，对啊，是哥哥，那等不到家，你要不要跳一跳，我看你啊。那其实就是你看你的背后，有人家有个梁很大，有个梁很小，头上有梁，必就是一个当头棒喝。对，男主人压力大，工作压力大，所以这个也是个梁，对不对？对。后面你说有靠，可是家族势必很容易处处撞壁。所以放个山水画或山水的字，也来帮你加分。今天老师来帮你上一个课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今天带进来，不是礼物，是给他做一个做一个感恩感恩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见面三分情，开运法宝就加运。何事挖地洞，竟遭金光党骗钱。家徒四壁，很容易处处撞壁，所以放个山水画或山水的字，也来帮你加分。今天老师来帮你上一个课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你今天带进来，不是礼物，是给他做一个做一个感恩感恩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展示就是太棒了，老师。他本身来说嘛，他本身是属兔嘛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他下流到直接带出来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这是平板鱼老师哦，看运书嘛，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写什么？想看得懂吗？这个就是你看，哇，会水，不受权。你的哥哥什么生肖？你男主人啊，属兔。属兔，兔是不是人兔相逢，互相依偎啊？对不对？那为王是不是加分？是。兽就带一个主，为主人的意思。嗯。这个兽的简写有个畜，跟火，火木又相生。嗯。这个福是一个窝、两个窝、三个窝、四个窝、五个窝。兔子有窝可住，又披彩衣，福寿全就是为这男主人特别赚钱的。哇！所以这于百元老师为他这个做的提示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开运山水看起来是一副。我们说的字画，它就是一个符咒，嗯，就是个能量无法超越的一个符咒。对，然后哥哥，哥哥好像因为你太忙，你进来不是建善吗？对，就是已经有漏财的，是。然后两个财库又都财位都没有布局，对。所以哥哥是有在有花费上面特别大吗？一定的啊，因为就是小朋友的光是医疗的这些东西，他可能一下子可能一个疗程就要花好几十万。当然，这个一定是在医生的那个治疗的情况下做的这些活动。大概知道那个费用。因为其实很好奇，因为这个做起来，这个聊起来，因为这种一定是没健保的，二十堂三十万，三十万，七百块奶茶应该是完，对，七百二，对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要看到都救我，啊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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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可是只要他能变好，一切的花费都是值得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就是治疗，就希望他以后会好。现在就还是
道啊，可是说不定，说不定可以就是借由一些力量，能够把他的这个疗程缩短。对对对，能够赶快治好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那是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是第二个老二，其实这个第三堂有一个是比较，就是那个刚才教讲那对小小那个，他就是比较学习能力慢。对对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他要手，他的方物怪怪的，好像是有头。老师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们这很高哎，老师不要这样子。为什么要躲啦？不是，发现他有这么特别的，而且他帮助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说会对，他就是就是老二，他会自己开窗户，然后爬到阳台外面去。你是非常可怕，你有没有发现他站在这里？对，那你把他锁起来啊！老师，你这样怎么把他弄的？我在帮你，我去弄，他就过。